是我们小时候的兴趣哦，小时候就很喜欢学声音，平时就是哥俩一起搭档做演出嘛。对对，哦，在哪里演呢？哦，我们都在台北街头西门町或者是101附近做街头表演。这个西门庆附近很多艺人啊，这样收入怎么样？在街头就是可以买点零嘴吃啊。哦，主要是在街头表演很开心，因为喜欢跟观众互动。是的，近距离的表演。对对，你们弟兄谁更红一些？他吧，哦，他在台湾拍八点档的剧。是啊，你为什么不去拍戏啊？没有人找我拍，所以我就只好自己找戏做。他那边是做舞台剧，啊，对，剧场的。对，那我是做电视的。很奇怪啊，台湾的演员他们很喜欢就到街头去表演。对，那个